我用一支形容摄影师，好像量词惯用。好，来，我们工作人员献花。机耶。OK， 来，我们正前方的镜头留给正前方的朋友，我们五秒钟的时间。这集介绍 TSE 台湾写真博览会。停一下，再往前走到那个点，往前走，往白色梯子的位置。哇，这浑圆的翘着，这布丁状的洞洞，真是实至名归。尤其今年2024年，对不对？事事如意，事事顺利。好，恭喜我们蓝心雨第四名 ，Top 4。好，那么请蓝心雨回来到这个地方啦。然后看一下那只大白色。我用一支形容摄影师，好像量词惯用。好，来，我们工作人员献花。左边、右边先拍拍。哦，好，先献花再拍，不好意思。来，我们献花，献奖金牌。奖金牌，奖金牌。OK。恭喜蓝心雨，恭喜。一样看一下大会摄影师那一位手上的那一支。那一支奖金。右手边，大家右手边，支持我们蓝心雨的好。